包里，快打开！滚！易阳，做我男朋友吧！我再说一遍，我不喜欢你。我一定会追到你的。你好，我想买瓶适合男生的香水。你好，我想买一瓶适合他女朋友的香水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提前适应情侣生活呀，反正你迟早都是我的。你越纠缠我，我就越讨厌你。你就放弃抵抗，从了我吧。你终于来了，这个香水。喂，易总，你还没走远吧？这里还有文件需要您审核一下。好，有什么事明天说吧，我现在还有事。你怎么这么傻？你来了，你上次买香水不是被我打扰了吗？我就想着买瓶香水送给你。这是祖马龙丝绒玫瑰和乌木香水，它浓郁的玫瑰香味结合乌木的沉稳，馥郁绵长，就像我对你永恒的爱一样。你试一下吧，真的很好闻的。我不要，我要我女朋友帮我试。你答应了？啊，好。那你喷了我的香水，就是我的人了。你喷了我的香水，就是我的人了。我一定会追到你的。我一定会追到你的。你就放弃抵抗，从了我吧。药在包里，快打开。做我女朋友吧。我不喜欢你。我一定会追到你的。你好，我想买一瓶适合她男朋友的香水。你别再跟着我了。你就放弃抵抗，从了我吧。你怎么这么傻？这瓶祖马龙丝绒玫瑰和乌木真的很好闻，你试一下吧。我不要。我想让我男朋友帮我试。喷了我的香水，你就别想跑了。医生说车祸后易阳可能会永久性失忆。没关系，我答应过你，我会一直守护你的。易阳，做我男朋友吧。哥。